我在半山黑漆漆的房子里想了半天，终于都想明白了。我、墨白、少文，我们三个在台前悲欢离合、喜怒哀乐，折腾了半天。原来，你才是那个幕后的导演，当然，也是这出戏最大的受益者。哼，那我想请问你，你演的还过瘾吗？张太太，我们就别兜圈子了。我承认，这一局我输了。哟，陈小姐，你也未免太小看自己了。光凭我一个人，我怎么做得到这些事情呢？关键是，还是陈小姐自己的过去，终于报应回到自己身上了。张太太，我知道我们斗了一路，但我是真的爱墨白。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跟你争名分、争财产。我求你放我一马，放我这未出世的孩子一马。我不求别的，我只希望他可以生活在他父亲身边，至少他可以让他父亲承认。这是我所认识的陈嘉林吗？果然是要当母亲了，成熟多了，终于肯服个软儿，哼，真不容易。说实话，其实我也不想再这样下去，我更不想折磨你，因为你不配。不过我答应过少文，这是我最后的演出，作为一个母亲，必须要对儿子守信用。既然陈小姐今天把话都说成这样了，好，我们就来个一次性了结吧。你想怎样？我想怎样？我想你马上离开香港，永远都不要再回来，当然是你一个人走。你肚子里的小孽种，这次我会找一个信得过的医生把它处理掉，我再也不会让你蒙骗过关的。你别想碰我的孩子，不然我什么都做得出来。你你没事吧？哎，张太太，同学们，张太太，你帮我看看，可能氧气管松掉了。松了，松了，这里松了呀！张太太，你这次走不了了吧？来人呐，连贵！快点，怎么了？快！怎么了？快点！杀人了！杀人了！